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请合掌啊！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父上、堂上、历代祖先、九贤七祖，各位。咱中华民族15615姓，列祖列宗朱冠林，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冠林，世界4551处大小战争，王室10000人，及十方法界30000000，众顶阿弥陀佛。好，咱继续来讲解《金刚八正波罗蜜经》，关于自相和不自相，这段会讲足久的。有人讲师父啊，你若晓拖病，我本来就人生都拖病。你若无讲开者，你无了解到。金刚经甲生活的关系，无讲开者，咱袂记哩讲，咱有一个真伟大的本性佛性，咱呢投胎有这个身躯，以后，咱所遇到足多代志，伤害咱的身躯诶，互咱烦恼诶，互咱跨界，颠倒梦想诶。那比如在4个月前，有一位太太呢，暗时都唔敢睏，一定爱甲翁婿扭条条，叫翁婿莫睏。那睏呢吼，翁婿那睏呢，有魔会来找伊，拢看在面头前，魔咧走来走去。有人在个偷看伊在睏，有人要个害，所以五天光仔6点天光换伊睏，翁婿爱上班，翁婿母一个，社工有看有够可怜啦，都起来洗哩啊，我师傅你也甲看啦，好不好？阮倒是有鬼无？我领导了，应该贵可能规定啦。好师傅，你讲遐呢？贵嘛咧跳舞呢，嘛咧唱歌呢，嘛咧讲道呢，好呢，暗时都唔敢睏。我好啊，我就去领导看，结果伊都迄站呢，迄站阿罗阿去哦。欠着10多万，伊就去甲买一个大台液晶电视，边边个呀，好困个，囥个卡尾，迄台大台甲
面层白化，上大台啊！啊，当当暗时咧看花花，啊，听听咧目睭迷泪，但是咧目睭开起以后，哈、啊，耳啊无休困的时啊，脑海来咧声音，不管是倒咧动，叫做魔音传脑。所以养生者暗时无咧困，我讲你就是这卡电视，刷边啊去好无？老师啊，我若无都困未去了，哇！队长队长，阿姨咧，感觉啦，唔刷咯，因爱伊做一个催眠曲。经过十天，发觉内底咧，拢是愈侪人，特别看因困，啊，看伊咧，啊，这身躯是一件啊咧，行到穿外衫、内衣，穿迄个好多睡袍的身躯，你看老趣味，啊，穿衫的身躯，惊人看的。啊，像因阿生奇怪的，你跟辛苦在过辛苦谈到落，你是安那安呢？用多人伫阿头看，因阿看这个电视爱莫走啦。到尾有江因太太出嚟啊，哦，就叫人来电视个莫去客厅去，啊，迄面倒来呢，因莫就好困个阿生了。就很好睡啊！哦，翁婿吼，迄暝吼，谢天谢地，啊，咱太太都安心啊困啊。隔天再来呢，太太精神足好，来再起来看电视来，好、哦，就早起来看电视啊，就正常来。到五更前啊，啊，如果等着啊，杨师傅，谢谢，我某吼，即摆已经正常去啊。啊，我因太太啊，好、哦、师傅，谢谢，我唔得遐严重，好、哦、我，迄中间咧确实人也要死，也要自杀，也要跳楼。所以各位。顺这个机会跟我说，这个不行的，无自伤，不死，法不思，法的不思。所以当今啊，跟未来，一旦是政府认为有益的，和大家减低烦恼的，咱为心中的法门。正无自相的布施的法门，咱动手大家认真学着以后，去个人家目睭金箍箍，四界看，看完看啊遐毛，叫自然桥，无自相布施。那顶一站，咱有法师咧，啊去个某一位家庭，起一个真水的厝。啊，结果大一个，机会咧开始了，吼、哦，家内乱吵吵，大人囡仔拢咧感冒，药啊食袂完，那么发出去要看咧，哎呦，你个面床头，你去要靠伫这里，啊，已经啊，现在很平安，哎呦，你门口出去。为什么一摆中午呢？你著放只好垃圾，一石头，心中当然是痛。哦，胃是痛，心中痛。接着呢，好，竟然个冒走去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心中无痛，头壳痛嘛好呀。这拢是古圣先贤所留下的真理。也是无自相的布施，
所以咱委员讲伊当修咧，咱风水学遐尼一个册，咱学了以后咧，一旦互人帮忙人解除伊烦恼，解除伊痛苦诶，这拢是无自相诶布施。咱随顺因缘讲斗三工诶，无自相诶布施，各位嘛是拢是菩萨诶化身。也是在成就菩萨的阶段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经中，跟我们开始，所谓不自色，布施，不自声，香味触法，布施。我们不自色，布施，不自色，不自声，各位啊，啊，咱有好的声，讲出来给人听，人会欢喜。那较早，咱的迄电台一个李志准先生，我暗时呐，伫困三个半暝，等下伊拢主持三个半暝，伊的声是有够好听。足点诶！今日紧紧张张一天以后，啊，暗时咧，电视麦电，收音机切起来听咧，心足静诶。迄阵菩萨的说法，不自生而不息。那我都尽量学习。李济准伊咧播，啊，伊咧啊为大家开示，可惜我也写了破咧破咧，好无破咧破咧，我嘛破咧破咧讲恁听，我嘛无住着讲好听也歹听，嘛是不自声不息。那么小朋友哀哀叫。伊嘛无自声的布施，是安尼伊无哀哀叫无自声布施咧。啊，尿紧，穿咧裤底啊，伊嘛大声吼，伊讲点点啊，忍起来。咱刹那伊是大声起来，起码无自声的布施。鸡啊，透早三更。五更，啊！一来精神，伊就开始，啊，咕咕咕，落个香膏菇，落个夹个香膏，阿兄就落膏兄，意思就像卡只膏啊，落个夹，去吼，膏啊夹，去吼，落个少伊，啊，落个少咧，伊就膏拢开食晒，啊，落个咧。伊就是较爱食这树啊叶，伊讲啊，高哥啊，你角少阿济，好，我来甲拉迄个树啊叶来，我用食到你足足 BM 好啊，你若爱，我就招你，结果招伊咧，伊甲滴伊唔行啊，啊做伊做伊去啊，啊到咧，好都找落较找无啊。所以教了会了，好好好，你家会记。哈哈，所以教伊的作品就是安尼，好好好好好啦，好好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好，这嘛是无自性的布施，无自性的布施。哦，教啊，伊嘛足好心啊，伊嘛照言，啊，伊唔行呀。伊嘛发好念，所以狗的背心叫呼呼呼，啊，啊，安怎啊？哈，伊干会记尔，啊，所以世间的万生万物拢在调和，啊，结果鸡啊咧，甲做公亲，鸡就做公亲，甲鹿啊。甲狗仔两个做公亲，啊，透早咧，
今仔着透早着替这个叫做狗仔来叫不平，啊，所以今仔早时透早伊在休的时，声音着好好仔仔听，好仔鹿角仙狗哥，鹿角仙狗哥，你捌注意听哦？哈哈，哦，所以鸡仔嘛无自声的报喜，啊，顺这个机会啦，较早无闹钟，无闹钟呢，顺这个机会呢，甲你叫精神起来拍拼，存之起舞啊，再是听到鸡声就起来拍拳头、拍舞，哦，练剑，准备修台修剑，哈，小熊啊，嘿。鸡仔无自声的报喜，我甲爱烧台的人呢，应该爱烧台烧拍，我睏较晚呢，怎奈袂记你好烧台烧拍？结果透早起来凉凉啊，练刀、练剑、练剑，吼，系啊，无够咩爱烧拍。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2次的大小战争。哦，遮济咧，因咧无自相的报喜，啊，好一挂有自相的，有自相的，遮咧疏散咧，自私自利也是有够济。所以老早甲咱开始万人代志，自我爱觉，自我爱觉悟。啊，咱若会晓觉悟的时啊，咱自然呢，人生会充满着真正欢喜。所以各位，咱拢是属龙共享伫世间，大家都有功德，唔是讲无功德。啊，有诶修行人当然是真慈悲，惊咱犯错。啊，各项代志咧，讲哦，趁钱是安怎哦，罪过哦，莫安怎哦，结果要起庙，拢要找恁，要起庙的时，就要找恁到报喜啊。那么这是安怎呢？足侪矛盾的所在，所以这我都唔敢讲。我鼓励恁认真谈，该谈爱谈，啊，该了爱了，安尼该了爱了，你无实力。品质无好，人无人爱甲你买，当然该了就爱了啊嘛，袂用管。啊，所以老早开始诶，咱万人代志拢得尽调和。啊，尤其咧，咱一个人不自声报喜，老早甲咱开始咱诶嘴，是要讲出好有益。人类法界有用的，啊，有信心的，有活力的话语，这拢叫做不自声的布施，啊，不自旁的布施。恁今日来共修，啊，恁共用所有积福，恁来做来种。而且嘛，布施和法界的众生、灵魂界的祖先、完成祭祖，借着恁的因缘来布施着这个油灯的光，啊，内底呢真香的香味，所以自早起呢，恁就上少了一点点的片片甲下晡来，好。这旁边平的心凉鼻头灰啊，这也是不止胖的布施，所以这个胖咱的那是灰，咱什么是啊，咱每一届共修发挥一定都和每一位咱点这个油灯的胖一根来报施，予咱的列祖列宗完成祭祖，
啊，出去咧，咱每一个道场，虽然无当按本事，咱也是各地共修的时，恁会使伫路大面头前，请各班或者各道场的主持啊法师咧，咱伫遐做自家动手，道场摆开，啊，然后予大家。共同在路大面头前来供养这个灯光啊，酥油，迄拢是植物所做的，来供养化解。今日是咱中华民国1992年12月23日，1992年度咱的重修已经到今日一个圆满，新的年度的重修呢？正月份，咱嘛是要一个共修，所以各位啊，啊各位道场，恁都准备要好，好咱大家同修来有机会，好来点灯来祈福。啊，所以这旁边的布施啊，伫灵魂界，咱的祖先顶，一旦接受这个。普门品内底所开始的乾达婆，乾达婆，乾达婆，乾达婆咧，咱的偏方的色神，闻香的四神，咱灵魂界的亲友，咱的灵魂界的多生父母，因偏的旁边咧，会钻入去脑海内，咱的意识脑海内，再来钻入心田，来开发着咱内在，为叫做能量，开发出咱内在的生命，啊，内在的意识，哦，这就是咱在共修的时，品着这所获的香，道理就是伫遮。再来，咱世间作者不止香呢，布施。咱市里种遐只桂花，嘛隔壁有请一个请长，请花开的时，透早我来闻到，哦，足感恩呢！这片青啊呢，伊的香味散发出伊的香味呢，咱爱甲赞叹。闻香以后呢，哦，心凉鼻头开，咱的桂花嘛是闻到。真正香的香味，咱嘛是心凉鼻头开，香味的布施。尤其咱做妈妈的，煮菜，和咱的囝，和翁婿，和公公婆婆、爸爸妈妈，和闻着香味食的落饭，这嘛是拢菩萨的行为呢。不自香，不自香。的布施，所以各位，咱拢在内行都不止吃样的布施。啊，咱的世间处处闹充满着香味的事，我相信社会的那是片净土，那一片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。为愿出去，咱环保，大家做好的事，卖闻着臭臭味、粪臭味。一旦闻到家家户户的香味的时，这即是人间的净土，的菩萨阿弥陀佛。